托这一团可不可以来一个冬季限定团？天哪，投资吗？完全投资，我觉得他们直接每一场每一个城市做跨年开场都没问题耶。黑夜中呈现，闪烁着你的心，美丽是射向前冲不歇息，瞄准从你的胸膛击落，你能走心房。Yeah, you.大家好，我们是天王城。拜托，这一团可不可以来一个冬季限定团？天哪，投资吗？完全投资，我觉得他们直接每一场每一个城市做跨年开场都没问题耶。Alex 很棒。进化了，谢谢老师，这学长都会教我怎么坏坏的表情，学长都教我这样。上面那一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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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他终于把自己从那个安全地带移到了危险地带，就是这种冒险精神就对了。原来他是这种遇强则强的。所以我们以前是不够强，是应该会今天会笑一整天吧。我觉得你们让我对男团的那个想法有点不太一样。欧弟哥，投资的时候我可能小小一份，好不好？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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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。我要加一，我要加一，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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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必须说，元一的冠军团还真的就是非常的厉害。真的是把这个舞台做得很轻松，尤其是 vocal 是我觉得听到目前最棒的一组。我之前有说过，你照着别人的食谱走就永远都是那样，但你们要写出自己的食谱，那才有独特性，不是让别人去模仿你们，是你们要让他们崇拜。对，所以真的为你们很开心。哎呦，希望决赛可以看你们，真的。优的是，原来你是厨师哦。对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也想要那本食谱。去 Mikey 吃啦。他在敲到你。黑暗中的光芒，释放蓄势待发的无限可能。谁将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恒星 ？TVBS 42频道，8月24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一起踏上全新的冒险。